吃两个丰满的小鲍鱼。今天做的是酱香味的小鲍鱼，哇！然后把里面的这个苦胆咱们给它去一下，不是内脏，鲍鱼没有苦胆啊，这个是内脏。黄金大澳鲍，刚刚出锅的，尝一口啊！这肉太厚了。今天来两串酱香味的生蚝串啊，来了。喂，对，然后，哇，特别特别香，哇，没有放蒜。生蚝串啊，誉为海中牛奶。哇，喜欢吃的一定要给来上个双击啊！吃饱了。木狗大鸡爪。
整个鸡爪给你们分开了，嗯，所有的鸡爪都是一半一半的啊。嗯，